喝汤这件事情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有要求，原来意大利的朋友对喝汤这件事情也是很认真的。今天就要给大家试一道意大利海鲜蔬菜汤，哇，那个食材真的多的呀，一眼都看不进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有这个彩椒，还有意大利的节瓜，然后呢还有惠东本地的红线鱼，还有小的斑鱼，惠东的虾，进口的青口，去皮的番茄，洋葱，新鲜的番茄，以及呢一系列的香药。就大家能想象到这么多丰富的食材煮成一锅汤，那个汤呢还特别的浓稠，那个味道一定非常的棒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秦师傅。秦师傅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就喝汤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说呢就非常有要求的，但我没想到就意大利的朋友他们喝汤要求也那么高。那这道意大利的海鲜蔬菜汤喝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它首先海鲜蔬菜汤它这主要打底就是以番茄为主，它也是属于开胃的一种，但是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加了海鲜在里面，所以就是海鲜蔬菜汤，所以变成了这一道汤就比较丰富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。首先呢是要做这个汤底。对，好，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们要拿点胡萝卜，同样跟我们中式一样是用切。接下来就可以放到水里面去煮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先放洋葱，洋葱，然后胡萝卜，番茄，橙子，然后拿我们的海鲜，当地的海鲜，新鲜的，直接拿进去熬汤。加点虾。虾，要有一点更鲜的、鲜美的感觉。西芹，干松，百里香，香叶，一点。胡椒，胡椒，师傅啊，这个酒要放进去吗？对的，这个是白葡萄酒。就是在一开始煮的时候就要放了。对，放一点点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熬一个小时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在熬那个底汤，那接下来我们这边要做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去备那个蔬菜的料。然后切洋葱。就刚刚我们煮汤里面放的洋葱，跟现在再放的洋葱又不一样了。对对。那个只是一个打底的。就要把它切丁。对，切丁。然后彩椒也是要切成跟洋葱一样的大小。彩椒也要切丁。先切成条。然后我们的西葫芦。意大利节瓜。这个也要切成刚刚这样子的一个小块吗？对对对，要切丁。上面这个囊就不要的。对对对。这个是西餐里面，然后做海鲜不可以缺少的一种香料，这是茴香。为什么做这个汤的番茄要去皮呢？是不？因为为了不要影响它的口感，因为我们煮的时候它那个皮会脱出来，所以吃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渣。